吉尔摩市终于又回来了，城堡改名为极光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在城堡的中心广场新增了四个柱子，靠近柱子就能召唤极光，一个柱子召唤一束极光，总共四束。哦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四束极光到底有啥作用呢？只要是在城堡区域内都可以不受暴风雪的影响。喏，看到没，如果你出去了体温就会下降。除此之外呢，地图上还会刷进几个冰滑梯以及一些小的冰雕塑，走到上面去还可以玩滑滑梯。我有个想法，能不能把车开上呢？说不定车也能玩一下滑滑梯呢。我晕。完蛋，居然卡住了。人还能滑下去吗？看起来这又是一个 bug。 表哥记得修复一下啊。以往的经验告诉我，打碎冰雕塑一定会给好东西。喵的磕到家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结束，拜拜。